好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下灯塔步的分解，三个奔跑连接，一、二、三，右脚向后蹬出，左脚向前滑，一、二收回，三、右脚向前蹬，左脚向后滑，四的时候换脚的时候，右脚落地，左脚抬起，然后再做这边的，一、二、三，换脚。背面大家再看一下，奔跑连接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侧面连起来给大家做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蹬。